宝宝，宝宝，包你个头！宝宝，如果你是大羊，可以当你的小绵羊。一定要站在他前面。对啊，你要指定人是不是？哎呦！哎呦！They come along, I won't think twice. Cause I already got a good thing with me. Yeah, I already got everything I need. Everything I need. Life. 想出场。哇！大家撒娇。撒娇。宝宝。宝宝。包你个头。宝宝，如果你是大羊，可以当你的小绵羊。一定要站在他前面。对啊，你要指定人是不是？对啊，指定球，指定带。好，赶快回去做。为宝宝，为好，因为这，来来，梦洁。弟，今天好累哦，等一下洗完澡可以帮我按摩吗？林莎来喽！林莎，还有国民朋友，国民朋友啊！哇！还有啊，可爱，撒娇撒娇，小宝贝。今晚想要来点我的私房小菜吗？哦，直接点了，来点。哎呦，来，我到了啊！又来，啊，比基尼，哎，就交往过三任，单身四年啊。哎呦，懒，哎。哦，哥哥，棋局下半了，该上场打棋了吧？哦。这个女教官，教官系列。主人，今天有什么吩咐吗？我都会尽力满足你们哦。哇！哇！什么东东啊？哇！哎，好东东。比你头发乱了，需要帮你整理吗？为什么会带这个整理裤来呢？因为我就是有在健身，所以屁股蛮翘。青梅驾到，不得了，懂生活。为什么要带这些？你会带着随身带在身上？对啊，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做直播组，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扮演一些 cosplay， 然后就扮女仆的时候，就比如说他们会要求一些，比如说吃蛋糕啊，或是干嘛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要求你，你都要配合。角色扮演呢？对，叫你吃蛋糕，你就要吃蛋糕给他们看。对，配合度很高，不会累。配合度啊，这个是浪直播第一名的直播。哇，谢谢你们黄光临，谢谢。贝贝嘞，你知道？我最想要的一个马是什么马吗？对，什么马？什么马？你的马。来，冲一波，冲一波，冲一波，再来冲。立冬哥，如果你的现任女友跟你的前女友同时掉进水里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？马上要攻陷你的心。在孙生的面前表演这个，想要以死明志。对，瑜伽。
我觉得已经完美又担心啊，我觉得很完美表演，因为他以前完美又担心，完美又担心，担心他受伤，因为他肢体比较不好，可是他可能特别为了今天，他练了这个东西，他肢体练的还不错了，对，所以有吓到。